家好，我是 Alex 赵。今天呢，向大家介绍一栋非常独特的豪宅，英国都铎王朝风格的豪华庄园别墅。房屋的占地面积是74000多尺，居住面积呢7680尺，总共有7个房间、6个洗手间、4个大车位。我们进入眼帘的呢是一个非常超长的私人的一个车道，非常具有皇家的风范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延伸过去就是这栋非常漂亮的豪华别墅。大家可以看到精致雅典的一个 welcome 的一个喷泉，来欢迎您的到来。橡木并有雕花玻璃的双开大门，带我们进入房屋的内部。进入大门之后，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双开的旋转楼梯，非常的豪华气派。跟其他房屋不一样的呢，在这楼梯的后面有一个巨大高挑的会客厅。这个客厅呢，挑高2层，有嵌入式的架子，有壁炉，还有很多的艺术品挂在我们的墙上，这就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博物馆一样。客人在这里可以聊天，可以欣赏各种各样的艺术展览。在这个大的会客厅的右边呢，是厨房和早餐区域，在我的左手边呢，是另外一个小的会客厅，我们一起来。这套小的会客厅呢，大约有400平方尺，有壁炉，有橡木所砌的这个墙面所做的书架，大个的厨房，早餐厅，超大个的岛台 ，Zero 的72寸的大冰箱，还有 Sub Zero 的一个红酒柜，这边呢有一个 bay window。这里可以看得到后院漂亮的游泳池和风景。这个正式的大餐厅呢，高挑明亮宽敞，可以容纳10多个人同时就餐。同时呢，从这个大窗户看出去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流水瀑布，还有漂亮的前花园。书房呢，有嵌入式的书桌和书架，而且有壁纸装饰的墙面，非常的适合在这里读书办公。优雅的楼梯上来，右手边呢是主人的套房，主人卧室，有壁炉，还有非常精美的窗户的装饰。豪华建造的主人的洗手间呢，有2个洗手盆，还有按摩浴缸。这边呢是大理石砌成的一个非常宽敞的豪华的淋浴间。在房屋的另外一端呢，有3个孩子的房间，并且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娱乐厅。非常有特色的娱乐大厅呢，应有尽有。这边可以看电影，而且这边可以品酒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酒吧。后面呢还有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大壁炉。超大的后院呢，被小山丘和绿树所环抱，非常的隐私，非常的幽静。这边是漂亮的游泳池，有流水瀑布，还有一个 building 的 barbecue 的烧烤台。套英伦风格古香古色的豪华庄园别墅，您是否会动心呢？平心而论，我做房地产20年的时间，这样的房屋在市面上真的是不多见。
如果您对房屋感兴趣或者有什么问题，请跟我联络，我是 Alex 赵，也请您关注 Alex and Phoebe Channel， 谢谢大家。